哎，我想问下，有冇得 book 嗰间新酒店？依间我就冇做，冇做喎。系啊，冇做。我就见上网好似冇得 book， 就所以睇下你哋。你见到佢有呢个名，但冇得 book。我哋就谂住成班一齐去玩。有故事嘅，真系鬼鬼地嗰啲。冇啲咁鬼怪嘅酒店俾你噶噃，嗰啲唔会住得咁恐怖地方噶噃。传闻富士山山中湖区有间日本最猛鬼嘅酒店，有位女导游秋谷喺嗰度自杀身亡。化身成幽灵嘅秋谷夜晚会敲房门，叫醒住客欣赏富士山。我哋而家入紧去呢间酒店啦，就问下佢到底可唔可以 book 房。有没有现在有没有房间可以订？我想帮我朋友订房。啊，不可以的，我们这不收散客的，只收。哦，为什么？你自己散客上不来呀，没有交通工具，没法来。所以我们在网上面可以吗？不可以的，我们这里不收散客的。是只做旅行团？对，只收旅行团的。那我们这里是只做中国的吗？香港的有吗？香港也有。香港也有吗？对，有，只是今天没有而已。跟团自由行 walk in 都订唔到，咁我哋唯有用自己嘅方法去呢间日本第一、亚洲第五猛鬼嘅酒店。嗱，而家其实件事我系会交代，咁我住唔到，咁其实咁我可以睇下，即系唔使入去噶嘛，系嘛？睇下入，睇下入到，系咯，睇下你入到几日咯。可以，好唔好啊？都冇得唔好啦，嘛，系嘛？因为咧，我哋咧呢间酒店咧，原本我哋好想 book 嘅，但系咧我哋就完全 book 唔到，所以我哋而家就决定自己去。睇下究竟佢入面同埋外观系点样？而家已经系夜晚嘅十点几，咁我谂佢哋啲人应该都瞓晒觉。你可以睇下隔篱系咩都冇噶噃。我而家好紧张。哇！呢间嘢真系好远。咁我哋而家咧就到咗呢一间嘢啦。哇！咁呢啲门口系劲残旧啦。我哋而家入去呢间嘢，啲门口系劲似唔似间房咯？唔知系咪真系人住啊？一齐啦！呢个装修好简陋，好简陋啊！我想上唔上去 ？OK， 嚟啊！有声音。原来呢度啲人系切出咁转。吓死啦！太明显啦，我哋，我呢度应该全部都系大陆人住噶。哇！佢呢度成个间隔都好似监仓咁喎，宿舍咯，宿舍同监仓咯。唔系，定下我哋问咗先。问嗰边啊，问嗰个。哦，好，好。咁你行到喺呢后边。系啊。你们是来这里住的吗？对。三个人不敢住。啊？五十多的，你们没有房子吗？我们在找。因为我们就有，但是我们的朋友在找，就一间房子都没有啊，一间房子都没有。对，为什么你会知道？我问过，我想换好干净的。对，房特脏，虫子可多，恶心的，蜘蛛这么大，就一层里面，那就吓得我都不敢住。三个蜘蛛，我们看一下大厅有没有沙发，我们去那里待一会儿。要是想去看一下，就在那里面。那走道里全都是些蜘蛛，乱七八糟，虫子可怕。真的吗？不敢住呀。你们也是旅行团啊？对。
那你觉得这里感觉怎么样？住了其他地方两天的酒店吗？嗯，最差劲。那你们以后会不会再过来这里住啊？不会了。哇，姐，你要是可以住的话，你可以住我们的房间。啊？为什么？我们把行李拿出来，你可以进去住我们的房间。不用啊。然后我们今晚就可以住这，因为我们也不敢进去这。把行李拿出来。啊，你不用把行李了，不用。我们做好一个准备。我唔住啊！嗯，唔住啊！我真系唔敢住啊！讲真，咁唔敢住入去睇一睇，睇好唔好？可以。哎，这样你们先进去看一下。好啊，好好，先去看下。哦，你就是住在这里啊？这是蜘蛛吗？是的。对呀。哇，进来吧。你们洗澡了没有啊？我们去泡温泉了。啊，泡温泉了。嗯。哇，以后都不来这里了吗？可以吗？嗯。有没有虫啊？啊，没有。你胆子很大哎。对呀，洗手间就是呀。对。嗯，再看看其他地方好不好？我觉得佢啲房真系唔系好舒服咯，一嚟好焗啦，但系啲嘢又好残旧，白赖晒咁样咯，成件事都。咁我哋真系当我哋好好彩，真系 book 咗，我哋真系。我谂我都会出 lobby 瞓啊。其实嗰刻我有啲庆幸订唔到房，但原来呢间酒店都未系富士山最恐怖嘅地方。富士山五湖是日本最猛鬼的地方，因为山脚的青木原树海地形复杂，是自杀的热点，警方定期会搜寻尸体，连入口都煞有介事，摆告示牌提大家珍惜生命。我在网上面看到呢，这个树林经常给人家称为自杀的树林，是不是真的？因为那个树海呢，它是从富士山喷发开始，就是出现的。嗯，今天也许会看到富士山的头顶。嗯，但是富士山呢，就是说它形成是一共四层。快咪讲紧啲历史。这就是说，对不起，拍紧 Discovery Channel。佢好似答唔到我想问佢嘅问题。你头先问咗啲咩嘢？咪问佢呢度会俾佢称为自杀圣地咯。嗯，跟住佢就开始讲佢嘅历史。导游系咁回避问题，我觉得佢似系隐瞒紧啲嘢。那你有没有听过这里有很多什么故事发生的事情的？啊，这个就是说，为什么我在网上本来就是看这个树有什么，然后后面就会有人说，哎呀，这个树林里面好恐怖的，什么什么的。啊，恐怖怎么说呢？就是说。因为它跟我们的自然就是感觉不一样，你到一般的树林里去看的话，它的树都会树根扎在下面，而且地都很平，对吧？而且没有什么倒下来的树，看到一个女孩子肯定感觉很恐怖，对吧？那是不是有真的毛骨悚然的感觉？是不是真的有这件事情？真的吗？过去有，也好像是十几年以前，真的就是，有的人来就是之后就是。发现就是真的有尸体，发现有尸体。那他那个地方离我们这里会很远吗？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，因为我们也不去看这些。啊，你们都没有去看那个。你比方说，就说他这。他就话咧，原来呢个入边咧有啲地方系好多青苔嘅地方，其实系唔俾人入去嘅。咁但系最多人自杀嘅地方就系嗰度入边咯。咁佢就冇话有特别监管嘅，但系佢哋平时都唔会入去，因为一嚟青苔好危险啊嗰啲，所以导游都唔知呢个究竟系森林嘅边一个地方。究竟导游真系唔知定唔想讲我哋知啊？哇，网上面看到有很多这些图片啊！哦，那是过去了，现在没有了。我有看到网上面有好像这样子的牌，
说不能自杀，是不是？啊，有啊，杀哪里的？这个牌子就是我说的那个冰穴往那个风穴那边走的那条路上。哦，很远吗？不是，30分钟有了。哎呀，不是，从这里边走30分钟，还要走好远嘞。还要走好远呢。嗯。我们要从这里走的话，要到这里。哦。到这里之后呢？嗯。然后再去这里。嗯。哇，等我得直接驾车去里头。那你还不如先把这条路走完之后，最后。就是走完之后回来这个原位置以后，然后你再驾车过去。他知道我哋好想去个地方，但佢自己唔系好想去。但我哋而家去嗰个就系嗰啲牌，因为我哋要求佢去话哈姆摩好睇噶咋，就系有啲牌噶咋。嗯，好开心啊！之前我一直都话想你去日本系行山噶，而家终于都嚟到日本行山，但系竟然系行呢个自杀森林。导游一路拖拖拉拉，好唔情愿咁带我哋去冰穴，唔通嗰度就系传闻中嘅自杀区域？啱啱咧，导游姐姐又好似唔多想带我哋去咁样，又阻延咗我哋20分钟嘅时间，要我哋行呢条路。那你去那里，你会不会很害怕？没有那么大的感觉。啊，好像走反了。走反了吗？如果把你一个人放在里面，你愿意吗？放在哪里啊？那里面。刚刚那里吗？啊、刚刚那里我 OK 的。OK 的。哦。他很喜欢的。耶。嗱，我哋而家嚟到呢个冰原，好多人啊呢度。为什么另外两边都没有这个？咁我行下啦。呢个唔入得喎。呢度咧，感觉好阴森啊！比起啱啱嗰度，完全系两回事啊！好似入咗去就真系出唔到嚟咁。虽然呢度系好矮嘅啲树，但系都好暗咯。佢 keep 住系咁样斜咗中间山噶噃。对唔住，对唔住，我哋纯粹系睇下噶咋。那种感觉了得。那边呢？我说这里比较漂亮啊，比刚刚那里。比刚才的漂亮。嗯，对。哦。这个蓝色很没意思。哎呦，看见。如果晚上过来都比较恐怖，你觉得吗？啊，一般的人不是特别愿意到这里来吧？为什么？黑也没有灯。啊，对。你又不是登山，来这里干嘛？我都好后悔冇听导游讲，夜晚去接近呢个森林。有個都市傳說咧，就話有個人啦，就想入去呢個自殺森林入邊自殺，叫咗個司機同佢講車去入去，咁個司機就係咁喺車嘅路程入邊同你講話，啊唔好咁啦，人嘅生命好緊要噶咁啦。不過你既然都決定咗，我俾多次機會你，如果你後悔嘅話，我30分鐘喺度等你；如果你翻嚟嘅話，我就車你走啦咁樣。咁點解係由Jackie 入而唔係你入嘅？因為我唔敢咯，我而家連望住前鏡都唔敢，好黑啊！前面。如果開車門叫你行兩步咧？哇！我都唔得啊，真係太恐怖啦！即係你而家連落車，梗係唔敢啦，黐線，唔得啊！點解可以黑到咁樣噶？我想問一下。因為真係冇燈。唔係，同埋今日大霧啊，同埋我哋開曬燈咧。但係哋冇街燈噶，我驚啊！邊個你坐咗？好驚啊！唔係特別黑嘅啫，係黑點會啊？喂 ，Jackie， 你翻嚟啦，唔好入去啦。用唔到啊，指南針。你連電話個 Apps 個指南針。係啊。誒，用到啦。咁算啦，唔好入去啦。完全影唔到嘢，望去後面完全影唔到嘢。唔到。我知啊，我大家都知啊，好驚啊！我見到都 OK 啊，咁樣唉，真係入去㗎，行入去咯，翻嚟驚啊，大佬真係有啲黑。
係啊，真係好黑喎。Jacky。轉個頭。Jacky，Jacky， 佢做咩啫？點解你好似好想入去咁嘅？喂。為咗拍嘢啊嘛。Jacky。哎，等我啊。我哋睇下去邊，睇唔到啦。佢似嗰啲，我哋係咁叫佢唔好入去，都要夾硬入去嗰啲咯。原來咁樣睇係冇咁驚嘅喎，我覺得最驚係呢一個環節。係啊，即係你反而咁而家又俾你又俾你揀啦，入去裡面定住新？哇，咁梗係住新啦，咁起碼有光啊嘛。少少月份咯。嗱，而家系41分，咁佢就入咗去大概都10分鐘噶啦。打俾佢咯。唔通噶，通噶。但系 WhatsApp 通唔代表佢聽到電話咯。其實點解你會攔住嘅夜晚？真係好癲喎！依度咧 ，non-stop 都有車經過，唔代表啲咩嘅喎。佢哋都，但系我哋咁耐，好驚啊！我未入到去啊，裏邊啊。點解啊？因為佢喺度放緊歌。係你遠處一路行過去嘅時候已經聽到有歌聲。係啊，跟住一路行過去，好亮嘅燈咧，跟住射落我呢邊。嚇！射咗落你個樣度。喂，等等先，我好似見到有個人行過喎。邊度啊？邊度？邊度？再遠啲，再遠啲。嗱，呢個咪人咯。誒，轉翻右邊，呢個咪人咩？呢個咪人咩？樹嚟
樹嚟㗎嘛。嚇！但係又唔見佢上面有嘢，你唔覺咩？呢個唔係人咩？嗱，呢支係直落，呢個係一半嘅喎。你繼續睇啊，冇㗎啦之後。嗱 ，keep 住佢喺度啦，跟住有個人頭咁樣嘅喎。嗱，走咗。係啊，咪走開咗咯，睇到喎。哦，樹嚟嘅啫，真係。係啊，我覺得係樹嚟嘅啫。冇問題嘅。係啊，我覺得唔係人。你覺得唔係人？係啊，你開心啲咩？你點知佢哋係咪人啊？係咯。唔係，黐線。我意思係有人開心啲，即係開緊 party。可唔可以飛到最埋嗰個位啊？呢個行到最埋嗰陣時嗰個位。你入到咪知有冇人咯？其實我行到好埋嗰度。哦，啱啱我應該係呢一度柱嚟嘅。係啊，係啊。喂，你可唔可以播多次啊？我想睇下呢首歌播未。哦，呢首係嘛？係應該。好出名嘅喎。係咩？好驚啊！喂，可唔可以睇下佢啲歌詞內容？好，佢有陽光。一個、兩個、三個，跟住就啲朋友越嚟越多啊！哇！做乜你好正面嘅一首歌？好驚！一定要 Google 查先。喺度笑片嚟嘅。有形狀嘅嘢，總有一天係起曬雞皮嘅嘢。係我起曬嘅皮啊！仲有啲叫咩？有形狀嘅嘢起雞皮都緊㗎。有形狀嘅嘢，總有一日會完。記得 subscribe 呢個 YouTube channel， 更多 Feel TV 嘅足本節目將會定時上架。撳埋個鈴鈴，一有新片即刻通知你。